二三，你要去吗？问券。好的。到底谁会从草丛出来？哇，好紧张哦！我只按照那个什么。处理掉吧，好追啊！哦，对对对，黄旗，黄旗。哦，真的差距太大了吧？基本上已经超过。我红色衣服那个再混一下都没关系，好不好？这男生。黄金水，黄金水，粉红猪，真的很，哇。哎，李晨啊，你以前进来的时候也是这么矮好吗？哎呀，还跌倒！哎，不要！完了！啊，完了！粉红猪被追过了。粉红猪追过啊！哎，没有。赶快！
哦，这个一定会追过，这个一定要追过，因为它比较高。你不要边跑边点火。好紧张哦！靠！哎呀！哇哇！啊，那还是没救了。哎，有了有了！哎，第三名了，好像快要到了。哎，这最后一棒了。叫我好意思啊！没让他们最后收点哦。再评看好第一组，你放多久啊？来，号码一，昨天吗？啊，昨天吗？哇！来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看自己。接下来这一组，好，现在被泡学妹。这相机是 4K 的。没有，那个因为要录这么久的影片，我只有1080而已。他本来是参赛的，看起来很像在观赛的。严重吗？他是跑一跑跌倒还是跑一跑跌倒？跌倒啊！然后他到最后继续。连你跟我们两个人都录了。真的假的？倒追半圈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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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裤都要删掉。很经典呢，这样子他接下来教学生呢，老师就会跌倒。就是在床上就会跌倒，好像是对不对？我做完这么多。闪闪闪！小胖，小胖，他刚才你说什么？对啊。你怎么开心的？脾气啊。现在为什么第一棒？没有，现在第一名的稳稳稳稳的稳稳的赚了啊！对啊。现在是一年级吗？没有啊。好好好。等一下三年级跑的时候会很夸张吗？会非常非常快这样吗？我觉得体育班不应该跟你们在一起跑啊。这一次是七八九年级的体育班混在一起的。哦。他们平常他们之前都是九年级，然后现在改成现在。在一起的体育班。哇，超过了。完了完了完了。完了，好上去。控啊，券啊，张瑞麟都有。其实后面也有给，后面和旁边有给那个沈玉伟姐。剪完之后发现有一些地方都没办法剪了。对啊。
蓝色已经不用换，怎么差那么多了？没有绿色不会赢啊，红色赢啊，哪有红色本来拉很多哎、欸。我接棒速度有点慢啊，这个。我说接棒，接棒一直没有了。第一名的真的差太远了。开了吗？我看有没有秒数。有。拜拜。嘿，没事。哎。好。意外。意外。如果你转不动，就是那一根，就那根你要松开。对。好。那根你可以松开。好。你要松开，你要先松开，要不然你会。分到了。
扣下去，然后就跳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插进去，然后拉。插进去，然后拉。就那两个互追那一种，没啊，现在差距太远了。哇，这个可能真的要全景看会比较那个。你觉得用全景看呢，还是用像这样看呢？哪一个会比较刺激？我觉得如果像刚才那个，你知道刚才蓝色跟绿色那两个是差很近，就是有一种快被追。哎，陈医生，他不好，我们一起抢。我你说我们那个是谁？那个跟那个气氛，这是几年？然后全部我们八，第三啊！老总。好，来，我们进行第二组大队接力比赛。各中锋，怎么跑那么慢？哎，刚刚范范，你是朝这里。
都跑这么慢呢、啊？哦，对哈、哦。没有，真的悬殊的太远了，基本上看人都不见啊。没错没错，靠，那你可以叫他现在加速吗？赶快十分钟把它录完啊，他们全部十分钟跑完了。你有跑吗？为什么？有听到声音，锵锵锵，对不对？哦，这看不下去啊，差这么远，差这么远，真不想看呢。对妹，很散，就很散啊，对啊。对啊。妈的，第一个跟第二个也差太远了吧？现在请问一下第几棒啊？来看一下现在第几棒、啊？你要接也难接，因为第一棒跟第二棒差太远。现在第十八棒了。十九。然后第一棒可以抽最后一棒。你说第一名的不可能啊！第一名跟第二名已经差太远了。最后一棒，第一名跟最后一名。好，真的假的？好，我们来看最后一名在哪里。好惨哦！第一名和最后一名差一圈呢。超热的，还好啦，要不然你要挡在前面呀。今天白大，这是重点嘛，这就跟冒险一样。对啊，这就跟冒险一样。现在还45公斤而已，还身高150。谁啊？这么矮？我们班的，我们班的，很可爱。深渊爱，小一，深渊现在爱大奶奶。怎么那么慢？之后的慢吗？哦，这一次比较紧，这样子比较好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紧张。拍得很浪的话，感觉很不想看，很想走了。对啊。完了，第一名和第二名又要拉很近，哎，不，拉很远。哎，还好，这屌了。我最想看的其实是摔倒，所以要放慢动作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！哦，有了。
黄色的。哦，好整齐哦，都距离刚刚好哎。好，第一名完了完了，他第二名快追到他了。啊，第三名那不去啊，第三名怎么不见了？第三名是辣棒哦，靠，差太远了吧。红色，不知道，他没讲几棒，只知道现在是第九棒而已，第十棒了。哦，啊，差太多了啦。这可能回家用大萤幕来看才会刺激啊！这萤幕实在太真他妈的小啊！哇，第一棒跟第二棒也差太远了吧？接棒以后就不一定了哦。哇，没办法了，差太远了啦。前进的，对啊，最后一棒和那个第一棒差太远了吧？最后名怎么不见了？哦，最后名在这里，靠，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欸，你不能说太夸张，你要回去讲说真有运动家的精神，在请那个人，人家用那个各就各位。哇！哎，欸，来了来了。哦，你说那第一棒绿色是他，哦？哎呀！哎呀！哇，完了！他会哭。所以我有拍到黄子琳呢。哪里？没有啊，第一棒不是吗？他刚才第一棒我已经拍到了，啊。有有有，他马上跑出来，马上看到。录影，
怎么会有可能用拍的？拍的实在是太难拍了。哦，这也差距太大了吧？哇，第一名也太夸张了吧！啊，空拍机又出现了。第一名跟第二名也差太多了吧？追到了啦，跑到哪去啊？记忆班在哪里？不是特别那一班啦。不是啊，记忆班是现在绿色这个、啊。拜托，赶快！你等一下注意看哦，我要拍哦。追得上！在哪里？最后一个，红色。等一下接棒跑了吗？啊靠！该不是这个吧？现在在起跑那个。追了！你看那个起跑点那里。追了！追了！有吗？现在这个，哇，好！好，第一名在哪里？哦，跟他们悬殊非常大那个。啊，这个神远那一班呢？就是这个，这个是谁啊？你说最后一班吗？对啊。看到这个，第一道，第二道。
也没有我们班啊，我们班要最后一组，跟体育班。第三道，一到三班。九年级的生。阿晨，你拍影片的时候要标我。对，我的影片好像都没有标到你哦。对啊，这个是你到底叫什么名字？你们都没有标我们。对不起。我今天陪你拍诶。按错。对啊，起跑的有一台，然后接棒的有一台。四名变第一名。好，我觉得拍完这个之后，我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黑耶。我今天真的忘记戴帽子了。哇，第二名要变成第三名。谁？你是谁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你有那个吗？你有叫 FB 吗？对，因为我现在很专心，看不到你。谁在叫啦？那个也有啊。谁在叫？他应该伤心了，因为我真的在忙。难受。哎，怎么速度越来越慢下来了？欧尼斯棒，欧尼斯棒，很棒。第一名差太远了啦！差太远太远太远了，四分之一圈哎！哎，又拉近了！谁在叫我？哦，沈玉伟吗？帅哥伟吗？那是谁？就跌倒了。
他，第一名真的差太远了。哦，超过他。哎，最后名在哪里？哦，这。来，九年级组第四组，第三道，九年十八，第四道，九年十八，第五道，九年十八。这个是。这第四组，哦，这第四组。第四组。是九年级，第三组，第三。啊，第三组而已啊。他不是说第四组，那他要分第三组。啊，怎么有四组？高中啊！好紧张啊 ！Oh my god！ 张馨予，怎么这么快就差那么远了？哇，第二名都被追上了，一定有沈玉文。跌倒了，加油，小心点，加油，一路走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来那个，来那个，红色的啊，红水，来看一下那个，一路走，看一下，对啊，第一名和第二名差太远了。Yeah.
谁在叫啊？第一名到底是谁？体育班到底在哪里啊？没看到啊。啊，这个第二名吗？第一名和第二名差太远了吧？这差半圈要怎么拍啊？九年级。
我七年级的。哎，等一下，到底在哪里啊？体育班怎么会出现？第一名，第一名是体育班的。没有体育班到底在哪里啊？哪一个？第一名，第一名是体育班的。学长加油！秦先生在跑。请问一下，第三名在哪里？这个不是猥亵哥吗？刚刚。有一个戴眼镜的体育班的，我到了，等他们到就正常。Thank you.